这里是华夏文明的诞生之地，这里拥有孕育我们的母亲河，这里是千万人向往的中原。如今在这片历史厚重、充满了传奇故事的土地上，华夏子孙、中原儿女正在用他们的聪明才智，一次次地刷新着这个社会，改变着这个世界，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传奇。在这众多的传奇之中，少林功夫可谓是名扬四海，令人敬仰。有道是天下功夫出少林，少林功夫甲天下。把你听